自动行为，然后阿兴就是在旁边跳来跳去。啊，搞不大。过来，过来。熊猫，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石明帅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阿猛，跟老面孔的阿庆啊、宗宝啊，然后潘帅啊，对，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这样。他也是潘帅的亲哥哥。他是动头脑，我是动行为。然后阿兴就是在旁边跳来跳去。啊，看不大。你过来一个。好吧。看不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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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大。熊猫，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五五交还没形成之前，是一开始我们是三个人，就是阿猛、阿庆、宗宝三个人。是相依为命。这个时期是跟角二的时候，其实是整个往前推了很多年。这个时候他也根本还没有开始，出来所谓出社会混，他都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打工状态啊，什么就是一个一般的平民大众这样。真的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叫土狗帮，因为真的不会踩到我的点，我就觉得，对啊，土狗很好啊。台湾最有名的什么狗？土狗啊，就是我一开始在做功课的时候，我其实也不太理解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在江湖上到底是怎么定位，就是他们没有帮派，但他们可能就是小时候就聚在一起，然后生活条件不好，所以他们要想办法生存。我是阿庆，脚头回来了。